真恶心啊，篮球真的妈的恶心啊。羞羞的保留节目来了哈，鸭王打包王，然后篮球啊要来打包王的哈。这个洛奇真的是赖啊，包王遇到这个篮球好像有人已经教过他要怎么玩了啊，怎么去打这个篮球了，他好像还没学会，自己下去请教人家的啊。上次不知道是谁说的忘了，这次被压在门边很不舒服啊。他这个篮球有时候就丢空一下就骗你动，你动就得完蛋。继续轻手轻脚配合压制，好，这次推的不错，好不容易出来，哎呀，秀秀秀，开头，好，贴身漂亮，直接，洛奇的机动性很强啊，你要比他灵活才行啊，嗯，又来了，不会防了，远投，哎呀呀呀呀。想赌一下成龙，懵了，找不着北了。哎呀，这怎么找？直接跳击成龙，方便拿捏的像个小孩子。哎呀，感觉像个白痴，这打的是人机吧？啊，好，继续投篮一个，暖夫人变招。霸王已经想不明白，怎么我已经很认真的出招了，怎么到处都是你啊？怎么到处都是你的攻击判定啊？啊，你看，突然反线过来，然后就想抓，我去，大风车好厉害啊！嘿嘿，中了一下，别别穿三，我去，这青龙这快。投篮，好，对了，踩死你呢，还想穿我三？霸王打这个篮球啊，只要不被穿三，他已经是成功了。嗯哼，捡到，捡到就是赚到。好，闪身，哎嘿、哎，没抓起来，手法不太行啊，兄弟啊，这是酒吧呀。失误之后中了 Max 超杀呀，这是秒了哈。好，关注秀秀不会走掉。